Hello，Hello，欢迎，哎，对。Ryan，Ryan，你要有我用英文讲吗？龙王也在收摊的哦，两边都收摊很好啊。啊？那边？几摊两百？两百。进了两百一点。外面至少两倍价钱。而且这是今天最新鲜的哦。早上才去鱼池再过来。你知道大网鱿鱼就是最大只的那个，它的翅膀，它在游泳的翅膀。卖多少？对，一台瓦在，一台几瓦在？200。200。啥地啊？那个夜市就是上面这一片一半200，夜市这个一半200啊。对啊，夜市就是这样一片。那一半200，按200的对啊。对啊，这样是200。你也是要在来吃的，我要在来吃的。不是大网鱿鱼，你有看过最大只的鱿鱼？那它游泳的时候，它的翅膀。啊，买那泳帽。应该记得那种画面有没有？它的翅膀。对，那个现在夜市一定有在卖，去每一个夜市都有在卖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你可以切一切撒撒撒撒，你要用烤的也可以。最好你变成小的，三点钟。这个比刻花鱿鱼。青菜哦，你烤成那了，就三点两万块钱。哇，你个贝，你个贝啊！两个做啊！不要紧，里边你讲的是贝乌贝里，你看还贝做贝不？已经讲啊。这条柱在修边啊！我只要贝，我头边第三贝。哎呀，什么的？八个啊，八个啊！好啦好啦。好，李竹真早，好久不见。来，搁切片啊，一条花，切好这张。不是啊，抓了我一条花，我改台。一片。这。我今天没收到。为什么你一直问他的 email？ 他没有 email， 现在谁在用 email 啊？谁要 email 啊？要什么 email 啦？现在谁在用 email 啊？我都快要没用 email 了。一个多少？200块。连我都快要不用 email 了。包要这样。对，好久不见哦。李如轩不会辛苦啊，今天还好啊，今天才9点多，10点而已。看好分桌面的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后面这个分桌面的，就这样的。还有一个荤柜，你带啥带包？会比较买得到东西，因为我看你太晚到，装东西太晚。帅哥，不会。帅哥，几点开？五一关的长通。我贴布。不会。谁干家里啊？不会不会。很辛苦啊。啊？这样很辛苦。也还好。赚就做生意啊，没有什么辛不辛苦，没有人做事都很辛苦啦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哎，你的看啥？看恁爸哦，恁爸唔接收啊？你一个拍电话是看恁爸？你一个拍电话是看恁爸？啊，你即摆留言了？
上礼拜日啊，上礼拜日不会不会，上礼拜日有下雨。今天好热、哦。上礼拜日乌日有下雨，不会热。张立月早，差不多嘞。跟桌面的稍微收一下就好收了。你直接看音打，我看一下。差不多要收了。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那个先吃什么？先吃哪？先吃哪个？鱿鱼吗？鱿鱼。一袋一袋的鱿鱼哦，你说塔可卡吗？对。啊，你要买哦。要买哦。可以塔可，可以能大块回来吗？真没嘞，就做点样。钱要不？来。来。你是有看直播、哦？没有，有。难怪他，难怪他都是两盒四百啊，一盒两百五，五块钱。五百两。五百，这样多少？400。哦，是鳕鱼丸哦。哦。这是鳕鱼丸。花枝丸。花枝丸。住附近的啊，那看直播就知道了，看看那熟门熟路的，看就知道要这个跟那个看。那个如果不熟的进来就问，哎，你刚刚播哎？真的无聊。就刚才就有一个啊，一个后面一直问我啊，哎，刚刚播哎，刚刚播哎，刚刚播哎。你要去当那个当那个拍啊？不是，我没有要去啊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啊。你也是要用你的账号去拍的？不是不是，那个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有很多人，我没有人啊，那我会跟他我的同学讲，叫那个同学叫我过去拍。你要答应他，不要帮他拍。不是不是，我不帮他拍，就是我会帮他弄啊。但是就是那一个人会拍他，对，会有一个人，就是新的人啊，因为我同学现在去拍。对，那一个你知道吗？公园那一个，那个现在是我同学在住。人家跟你讲就好了。他去拍那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讲，越多人看，这边会越多人。不要说他可以拍，越多人看，不会。我跟你讲，越多人看，就看这个的说越多人，然后你的鱼就越多人看。你不要说他不能拍，然后这样不。没有用，因为大家一起看，大家要看，最后面全部人都回过，都回到这里，真的。你就是要越多人多看这个。你在那边小弟弟叫你不要扒拉，不要扒拉，到时候他可能越来越少。就是那个更多人看，然后越多人知道。不会，你在那边都可以看，你要帮他拍照。没有啦，他把我拍完这样。他那边。会。好啊好啊。我要去豆饼家啦，家这里应该豆饼家。你也会。不会，人家不会。尊宇都贵呢，拜托呗。尊宇都贵吧。尊宇。还是要跟你一起加速。对，100。一斤重。老板，我要一包吗？看一下你们有没有讲什么。昨天。你把一瓶收播呢？可以啊。几个人看了？你还要一包多少？二十五，你要两包不？两包较俗哦。两包袂。买一千较俗啊。买一千较俗。伊即摆后壁送互你都俗的哦，即摆加你有尔哦。二十五啊，1500。对。买四盒送一盒啦，买四盒送。两盒半。啊，全部来交。哈哈哈哈。
你要，我早就知道他如果来写的话，就一定会拍他、啊。如果不让他拍的话，就不会让他来写。哦。大家一起做啊！我跟你讲，那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生意做不完，真的。做什么呢？单单两个250。这个差不多了哎、欸，看一下桌面的。这个是鲱鱼卵香肠。好卖去。100块啊。100块，这个超好吃的。跟你保证，这个超好吃的。跟你打胸脯保证，你吃完以后一定会跟一般的香肠不一样。100块。我会跟你讲，是因为我们都吃过了。OK。好，我吃过了。鲱鱼片。2片。100块。2片。还有那个蟹蟹味棒。不是真的吗？啊？真的。它是提炼的啦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只。Seven 卖35块，就是这一包 Seven 卖400块。这是真实的价格，现在大家都在卖这个了。最近很红。一包是多少？一包350。20只，20只。便宜点啊。没有办法了，最便宜的啦，真的。这个350应该是最便宜，全台湾最便宜的。虾子哦，一盒250。这个是几斤啊？啊？海虾、海北蟹。海北蟹、海虾、海白虾。还有一个。1斤半。100块呢？一斤几吧？130，两斤二五。好吃的，这好吃的哦。决定怎样？你说这个多少好买？250。2盒400啊。2盒400，1盒250。那你要一盒还是2盒？上店啦。我多了。有啊，我妈妈店啦。都一样哦。都是新鲜的，这个对，两盒哈，好，两盒啊，要什么？And then this one. 还有这个一个，这个一包花枝丸要不要？500，850，这样850，850，对，850。然后不要再拿2包抽1000，好，特别好，拿2包抽1000，不用找，好，2包抽1000，一包还是八，一大呀，哎，八 ，OK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 好，好，好食，快食，人叫你是好食，哎，你好食，你逐天拢有来啦，拜三拜六，好食则搁来买，哦。一顶好吃啊！好，大一点的，大一点的给你。我放后面，放后面，放后面。你看一下，带的。他那包零钱你拆下去了呀？哦，乖乖屌啊！我准备要结束，再5分钟我就要准备倒数了。乖屌啊你！我都需要你了。你也在修啊？你不跟我这个有什么关系？你干嘛受限于我这个？你要有自己的主见啊！这奇怪的你啊！对啊。我
那个就是十点到十点半还会有一些客人，然后那些客人就会来，哎呦，阿伯啊！我在五分钟关播啊、哦，那个。乌日场怎么没有看到乌飞鱼软香肠？嗯，那、今天拿鸵鸟肉跟飞鱼软香肠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说不定只有今天拿来。哇，凑个十分钟收播。正，我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没有，竟然没有人拿富贵猪脚，那个真的超好吃的。大家不懂这个富贵猪脚，大家不懂。只有这些虾子啦，虾子这个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。剩十九样东西，OK 啦，大家去吃早餐吧，我准备要收了，也没什么人了，我准备倒数了，然后倒数的时候，剩下来的人就是帮我按个赞，按到三百个哈。剩下来的人就是还没按赞的哈，帮我按到三百个。那我准备倒数喽，他在旁边跟客人聊天哦。好，五。在我倒数完的时候，帮我按到三百个哦。倒数完的时候，四。耶、你们很怀念这个倒数哦。三，快点快点，还剩十四个赞。二，快点。快点快点啊，剩一点点。一，三百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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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三百个了，拜拜，立功拜拜啊，干立功啊，这么心不甘情不愿。拜拜拜拜拜，两百。好，到了，拜拜。啊，台北啊。没呀。这个两百五啊，买两个四百。上面没啊，上面没啊。没黑啊。一千有啊，很久没播了，还可以破千，你看。一盒，两盒，好，走，拜拜。